瑕疵根本遮不住，还厚重、抽泥，每到一两个小时就开始斑驳掉妆。更气人的是，这一天三两后啊，这脸暗沉速度真的直接老十岁。不是，这新手想要个完美底妆就这么难吗？再看看我的，带妆一整天，照样服帖，光泽度满满，几乎没有暗沉。嗯，这妆效真的是纯纯马生好皮。哇，就问这样的底妆效果，哪个姐妹不想要？真的不是你的皮肤状态不如美妆博主，而是90%的女生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肤质，而只会跟风入那些网红底妆的后果啊，就是货不对版，妆效差，浪费钱就算了，还会闷痘、致敏，给皮肤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我这两天啊，翻了全网顶流美妆博主点赞超过800,000的底妆视频，又拉着公司所有女神做了将近160份的调查问卷，新手怎么认肤质选底妆？看我这一篇啊，够了，还给你们以我自己举例打包了一份100%。都不会出错的底妆思路，快进来上课。假设 X 轴是我们肤质， Y 轴是我们的肤况，从左到右皮肤越来越油，从下到上肤况就越来越干净。来3秒钟判断自己是哪个象限，然后反推列出自己横向纵向不同的底妆需求，就能精准解决啦。然后嘞，咱们来上实例。我呢肤质为油性，肤况呢些许瑕疵，属于第四象限。那我对于底妆的需求呢，就是控油加高效的遮瑕。那我只要重要拍摄都会用的这个 Blackme 小银河来给你们举例哈。该说不说，人品牌格局是真的大，任他外界风吹雨打，依旧埋头打磨，致力于打造更适合每个人肤质的产品。像这个便携式粉霜质地的底妆，真的是拿捏住了我这种又想要质感又想要方便的懒人心理。先来说控油哈，这个 Blackme 小银河双体喷含多重去油粉末，帮助肌肤出油时及时控油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包体育油一点都没有斑驳，反而妆效更自然，真正是越油越美丽。遮瑕也是一绝，用他家自带的水滴型粉扑，一摁。二拍三打圈就能精准的照顾到每一个瑕疵了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这边的黑眼圈和色斑痘一整个都不见了。而且极细光感柔焦微粒以光学理念遮瑕，同时还有极细的造粉工艺，完全做到了贴肤不假面。而且这个小银河的冰丝级记忆网纱，每次按压后都会随粉霜减少而贴合下沉，所以保证了每一次取粉都是均匀的。上全脸给你们看妆效哈，我的天哪，就这微光泽肌妆效，妥妥的马上好皮啊。现在呢是下午1:26，我去拍摄，然后呢顺便帮姐妹们测评测评持妆。努力工作的样子真好看呀。 Later。哎，8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中间是丝毫没有补妆，看到没？我一个大油皮居然一点都没有斑驳。咱们卸掉一部分，再重新上底妆。而且这个暗沉，45%等于没有吧，姐妹们？这也太不错了。就说只有真正适合自己的才是好产品啊！我不是强迫大家跟我一样啊，只是给姐妹们变美提供思路嘛。